我们也付钱，我们不算开。对，没有钱，没有钱啊，要开啊，你们那么好，没有机会，真的啦。没有啦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，OK，来，我们先坐一下了哈。大家都先坐一下。哦，千万不要，酒店是不能营业，因为疫情区感染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我要依照这个正经条例哦，你们现在这样子有开业就不行了。 哦，就算没有开业，你们去了这边也不OK，但是营业处所现在就是不能营业的。哦，那你们先坐一下，我们这边要查一下。哦，昨天警方夜间接获民众举报，哦，辖内也有酒店业者哦私自营业，哦，警方获报随即归到勤务前往登门临检，哦，发现店内确有营业情势哦，哦，相关市政收集之后，哦，移交由业管单位进行采访，在此呼吁防疫期间。 哦，切勿私自营业哦。如未遵守相关规定，将可处以哦最高新台币100万元之罚款。